接上到我们的手机和城市呢，就可以以59令吉把我们今天的 My Journey 无限吸尘机给带回家，还可以获得5%的 Welcome Back。汽车那个座位呢，肮肮脏脏的，看到心情就不好。所以今天呢，跟我们汪小就介绍给你 My Journey 的这个无线吸尘机，你后续没有呢任何的这个电线呢，虽然低高处也可以，低处也是没有问题。而且今天呢，所有的配件我们都一应俱全给你，无论是让你说了我们的这个地板啊、它粪啊，有了这些肮脏的污渍啊、零食，你都可以让它解决掉，或是让它给清洗了。我呢远远之后就可以将所有的这些豆子呢给吸起来，而且你看这个接管它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那再来是什么呢？今天除了就是吸我们地上的这些零食啊、豆类啊，还有呢，如果你想说我的键盘啊，甚至是那些缝隙哈、啊，都很肮脏的话，没关系，我们换上另外一个呢，有一些虚虚的这一个配件，我们就可以呢立刻马上的来吸眼前的这一些污迹了。你看一下哈、啊，这里呢都是肮肮脏脏的哈、哦，我们呢就可以直接用这样子的方式，也别太大说，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吸尘器会导致呢我们的键盘啊出现了任何的这一个状况。给吸起来，你看，直接呢就干净了。而且今天呢，我们在赠品里面呢，也给你一个价值30令吉的 Apple Filter， 它的作用呢，你之后可以换了又再换，不使用的更加的清洁。如果呢，你家里是有这个毛孩的话，你总是觉得，哎呦，如果我家里有毛孩，所有的毛发呢都会呢粘在上面，也没问题，直接啊用上了我们这一个配件呢，这样子呢就给它给吸起来就可以了。你看它。我们这样子去走动它，你也不用担心会伤到你的头发之余，我们也可以哦加大这个头发的毛发。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 was 和 used to be 的区别呢？哪位同学？